你要講嘢好唔好？你點解要喺我哋？我哋學長喺你學長嘛？學長嚟啊！而家係隨便聽佢講嘢啊嘛，咁你就講埋先好唔好？示範俾佢睇，你要尊重先我哋。好。咁呢度係中文大學大學行政樓嘅位置。所有嘅嗰個就成嗰啲門打爛咗，玻璃門打爛咗。呢個咧破壞咗校園，我諗大家都唔想有咁嘅事情發生，但係有人做咗。有冇人喺度肯承認係佢做嘅咧？你啊，你做啊！喂，道門開唔到，我幫你開啫喎。你唔走。你頭先講係咪真係咁啊？你嘅真嘅意見就係咁樣。嗰道門係我哋同學開嘅，你係咪？我見到你開嘅。你再講一次。想講嘢先。大學生要有。係呢度係中大，咁而家啲學生咧就同趙崇智對話緊嘅。是要奉公守法的，尤其在學校的校園裏面，這個是我們的家人。你如果搞爛了東西，你的家人被人拉了啦。我現在說的事可不可以停一停？左面，對。OK？ 待會你有發問的機會。我想先說一說，就是我想我跟你們聊天，因為我是尊敬你們是中大的學生，每一個人入到中大都不是那麼容易的，成績要好，行為要好，入到嚟有朋友，尊敬師長，努力你個學業，呢個就係中大嘅一個精神喺度。所以我希望你哋今日完咗之後咧，或者依家開始咧，都記得呢樣嘢。記唔記得係你哋自己啊，當然。但我希望你哋記得。呢個我做咗校長咧，我有呢個責任同你講呢啲話。一個大學生喺尤其喺校園裏邊，呢個校園係同政治是無關的，我們要做的事是學問學術。 OK， 你們有言論自由，你們有言論自由。大學我已經講了很多次，大學不是一個做政治角力的場所。 OK， 你們有自己的言論，我絕對尊重你們的言論，但是你要有規矩。有人告訴我要面對面跟我聊天，我看到多少個面啊？我很少面在這裡，看到面罩。好啦，好，好，有些剛才一個是全部包到滿，包到滿，完全部包到看不到的，說要跟我，要說跟我面對面說話。好啊，我們全部摸口罩。摸曬佢，摸曬。我不會送你去哪裡，學校是有言論自由，我絕對不會送你去哪裡。我亦都不會。你那頭又說人逃，要送去幾個位不會處理。你先說完，你是我們的學生，我亦都不會標籤你們任何的名，甚至你自己要揀的名我都不會用的。我只是用你是大家同學，中大的同學就是永遠都是中大的同學。所以我們跟你聊天的時候是面對面，不是包埋一道在聊天的。 OK， 嗱呢個我即係大家要尊重大家先得噶嘛。頭先你打爛曬啲門，嚇到我啲同事，佢同呢個事無關。你都同我聊天，頭先我同喺樓上同傾緊緊，點樣可以將下邊嗰個會咧，或者等下再遲一啲先開啦。咁啊即刻落嚟同你傾，但係嗰時一路傾緊嘅時候，已經嘣嘣聲係已經上咗嚟。好，呢個事已經發生咗，就唔好再講啦。啊，我已經講咗一次，就唔需要再講啦。好啦，咁所以咧，我可以有時間可以同你哋回答你哋而家啲問題。頭先我已經重要嘅幾點咧，已經同你講得好清楚，希望大家都聽到啊。有啲人咧就有啲同學可能有啲詳細嘅回答或者點樣樣。咁如果呢個時候可以有個咁嘅一個大家一個對話，係一個 discussion， 唔係一個我要你咩表態啊咩？呢個係。我哋而家係我哋係一家人，你係我哋嘅同學，你係我哋嘅學生，我係校長，我哋副校長亦都有責任
你有咩問題就問我哋，我哋會俾你答案。咁然後如果再有啲不太滿意嘅地方，或者仲唔夠嘅地方咧，我哋會繼續努力嘅。頭先我已經講得好清楚啦，我再今次咧，我再解釋一下。如果你有啲咩問題嘅話，就盡量可以問，但你唔可以用武力去破壞咗校園。校園係好一個好神聖嘅地方，一個係你哋以後回憶嘅地方嚟嘅。你如果你係將校園破壞咗，將呢個美好校園幾十年嘅校園。大家好多依家嘅校友啊，同埋同學都係以後會記住呢個學校裏邊有個嗰幾年嘅好甜蜜嘅一個回憶。我希望咧有咁嘅甜蜜嘅回憶。咁大家咧，除咗係表達你嘅意見之外，表達你嘅言論之外，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大家言論自由，我哋從來都冇反對你言論自由嘅。但係你唔可以去訴諸武力或者暴力。因為破壞了學校的校園是很久才值得回來，有些可能值不到回來。 OK， 我真的希望大家尊重一下校園，去珍貴這個校園裏面的這麼美麗的校園。大家都我想都知道中大是最漂亮的校園來的，全香港是吧？ OK， 是 OK， 大家都知道，我們可不可以答應我保持住保護住中大的這個美麗的校園，盡量OK， 咁你可唔可以答應我哋保護中大同學啊？講完就逐個問問題，好唔好？好。問題嘅時候咧，我希望我決定咗係點樣問嘅。好嗱，咁啦，大家都一齊未到，咁我哋咧就我想有一個有秩序嘅一個溝通，大家嚟都係想同校長溝通，係咪？咁我哋可唔可以咧有秩序地咧？好，咁咧就我哋不如阿 Anson 你哋負責定係點樣？你答我，系，你打烂咗窗门，打烂咗门，系和平秩序。
啲時間大家傾，好唔好？得啦，問咗問題又唔得。校長，頭先我哋喺門口正嗌口號講宣言，應承咗十分鐘，真係等咗十分鐘，我哋冇爆門入去先㗎。但係校長，你話突然之間趕時間要走，大家見到個態度好似唔係咁好，覺得又好憤怒咁，所以先至會有啲咁激進嘅行動。我想問，而家我哋呢一刻願意和平有秩序讓你出去，然之後你可以喺烽火台同我哋有對話，和平有秩序。請問校長，你肯唔肯？在座各位肯唔肯和平有秩序同校長傾偈？咁如果係咁嘅話，校長你肯唔肯？大家都好鏗鏘咁樣應承咗你話 OK 啦。咁啱啱就段崇智就 ，OK， 你哋先出去喺嗰度等我，我即刻就會嚟 ，OK。有秩序，有秩序，係咪？我哋而家喺度等候，等候有秩序出去，正路出去，慢慢出去，有秩序。由嗰邊下台灣同學行先，好唔好？係。我哋應承咗校長嘅，我哋要表現俾人哋睇，中大人咩叫尊重，咩叫國民嘅禮，好唔好？好。咁我哋而家行出去。軍事一夜。我哋喺烽火台前面坐低等校長。咁而家就啱啱段崇智就話，就叫啲學生出去烽火台等佢。咁而家咧，啲學生亦都慢慢咁樣就出翻去離開依個嘅會議廳。咁而家啲學生都慢慢咁樣離開嗰個會議廳啦，就去烽火台出面就等候段崇智咁樣嘅。咁啱啱其實咧，依一個幾鐘發生嘅嘢就啱啱本身咧，就啲同學咧就係、和平咁樣咧，就喺大學行政樓出面咧就等段崇智出嚟啦，就話會回，就希望佢回應學生嘅訴求咁樣嘅。咁之後就段崇智都出過嚟咁樣讀咗一份聲明咁樣。咁就但係咧就之後就去到答問環節咧，就啲學生就要求段崇智就問可唔可以去烽火台嗰邊對話，但係段崇智咧就唔願意咁樣啦。結果就過咗一陣之後，就因為話時間嘅問題咧，就時間為由咧就轉身離開，咁樣就入翻去大學行政樓咁樣嘅。之後有部分嘅同學咧就就透過其他嘅入校長過去校長辦公室嗰一層嘅，咁佢哋亦都喺玻璃門咁樣嘅，即係進入大學行政樓嘅時候咧，佢哋都打爛咗半道玻璃門啦，咁就令到玻璃碎咧都係四散一地。咁結果之後擾攘咗一陣之後咧，就段崇智校長咧就去咗，就去翻會議廳咁樣咧，就同學生就進行一種一個好簡短嘅溝通咁樣，去烽火台就同學生對話咁樣嘅。咁頭先啱啱咧，嗰個會議廳入面咧就係啲中大嘅學生咧，亦都係坐滿曬成個會議廳啦。咁佢哋都多番嗌口號啊，嗌國服香港時代革命，
段松子咧就係撒溪前咁樣嘅。咁樣而家咧就唔少嘅中大同學咧就聚集咗喺烽火台啦。咁就等段松子出嚟同學生會面。喂，光復香港，光復香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光復香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時代革命，時代革命。五大聲頭，五大聲頭，五大聲頭。五大聲頭，五大聲頭。一波頭，一波頭，一波頭。咁而家啲學生亦都聚集曬喺百萬大道咁樣啦，喺烽火台附近咧，咁就等緊段松子校長出嚟咧，就同學生對話咁樣嘅。咁啱啱段松子咁樣就話會出嚟同學生對話。咁啱啱咧就學生事務處嘅職員咧，亦都擺咗一啲嘅接凳喺烽火台嘅位置咁樣嘅。啊、校長坐呢個位 O 唔 OK 啊？校方問 OK 啊，舉手。好，見到啦 ，OK。咁啱啱咧，學生事務處嘅職員亦都搬出嚟三張接凳咁樣啦，咁樣就俾校長坐嘅，同埋副校長坐嘅。因為吳基培副校長的出現的時間還多過段松子校長，所以那些人呢就咁就啲學生就戲稱吳基培副校長咧就做做校長咁樣嘅，因為啱啱吳校長嘅吳副校長嘅出現時間咧係多過段松子校長咁樣嘅。咁而家啲人亦都等緊段松子校長出嚟啦。咁百萬大道呢度咧，就都聚集咗超過差唔多200名學生左右噶啦。咁亦都有唔少嘅傳媒咧，亦都到咗現場。咁吳基培副校長咁受歡迎嘅原因咧，就應該係相信係因為佢同學生就對話咧係多過段松子校長嘅，一直以嚟都係嘅，咁樣就令到相信就係咁樣咧，就令到佢嘅受歡迎程度咧係高過段校長咁樣嘅。咁亦都有同學咧就搬咗一塊嘅橫額咁樣啦，
咁上面咧就寫住咗929又有中大同學被捕，校長點解你只係心痛依塊地下咁樣嘅？咁相信係諷刺緊早前中大咧就不斷咁樣就叫啲職員咧就清洗校園上面嘅塗鴉咁樣啦，但係就多次咧亦都未有回應學生訴求嘅。嗱，咁呢位同學而家咧段校長即將會出嚟，但係頭先我哋應承咗話會係和平有秩序。咁咧呢個嘅場合咧，我諗同之前可能學生會諮詢一模一樣，就係希望咁多位喺段校長講嘢嘅時候，盡量唔好插嘴。跟住然之後，同埋頭先都有 press 有媒體咧提醒過我哋話唔盡量唔好講粗口，因為咧出唔到街，咁同學自行去衡量啦。OK， 應承咗和平噶嘛，我哋係啦，我哋博文若禮要展現呢個尊重嘅精神，展現博文若禮嘅精神。OK， 我哋和平有秩序、理性討論。陣間同學如果有問題嘅話就舉手，我哋有無線麥傳過嚟。行緊出嚟。咁有啲學生就就問校長幾時出嚟啊，使唔使化妝啊，佢咁樣嘅。亦都有人學生就高呼例如參見段王爺咁樣嘅口號。咁樣記者又熄一熄 live 線，一陣就出嚟嘅時候就再開翻直播咁樣。咁多謝大家收睇立場嘅直播。